我的答案是 B。锁定。解释一下。其实我之前有听说，就是如果你要有钱呢，就是不要把那个钱折起来，就是要把它翻摊开，这样子钱才会进来。长夹。对，要长夹。所以我就觉得，短夹应该不是。然后钱包扁扁，我就想说，有钱人可能都不会带太多钱，所以他们带大钞，然后不会带零钱，所以不会鼓鼓的。然后可能刷卡，然后黑卡，对，很多张黑卡，所以都是用卡片这样。切一只脚。哎。